人类上从来没有发生过，像我们新中国联邦和爆料革命一样，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无限的力量，而且我们用实力，用动力，用我们的坚定的信仰和对上天的信奉，对自由的崇拜，我们来到了这个世界，开启了我们浩浩荡荡的爆料革命和新中国联邦的旅程。我再次向这里重申，郭文贵和爆料革命的战友们，我们只有一个目标，干倒共产党。无论共产党多么的穷凶极恶，都是他最后的挣扎。香港、新疆、西藏还有台湾，这是我们的同胞，我们一个都不会放弃。今天和战友们近在几英里之内不能相见，这种痛苦和我们这个过去几年来和亲人不能相聚啊，母亲离去不能祭拜啊，兄弟姐妹同胞手足不能通电话，时时刻刻都在告诉着我们，共产党不灭，我们将永远没有未来，永远没有幸福，我们已经没有任何选择。所以兄弟姐妹们，请和我一起，我们连喊三声啊， Take down the CCP， Take down CCP， Take down CCP， Take down CCP。We'll be right back.